C4 的全新进阶实战玩法。此时的 Y 城高楼有四名敌人正在搜寻物资， C4 的有效杀伤范围为50米，起爆时间16秒，延迟2秒，期间会发出滴滴滴的警告声，如果直接放置对方所处楼下，敌人肯定会有所察觉。那么我将使用摩托车作为 C4 载体，使用汽油桶充当发射药，给摩托车提供飞翔的动力。摩托车重量约为150公斤，我所在的位置距离高楼约250米，我使用11桶油给摩托车足够的发射能量，以45度角瞬间达到28米的顶点，那么5秒后对方将被团灭。安排那么请问同学们，这个摩托车的初始速度是多少呢？